交到很多不错的朋友。谢谢，比赛非常好，这次旅行非常的圆满啊。我第一次在美国参加歌唱比赛，就是献给新唐人。壮怀激烈，大家对歌唱的热情都是非常浓厚的。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声情并茂，让你感受到他们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很多很好听很好听的中文歌。我的两位老师给我推荐了有一个能够唱中文歌曲的机会，在北美非常非常的难得。在台上演唱的歌曲全是英文，如果能够唱一首中文歌的话，为什么不呢？平时都没有这个机会，更何况是在一个纽约的场所。中文的那个美跟那个韵真的是需要下很多功夫，对唱习惯西方歌剧的歌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水平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高，每个都特色很不一样吧。嗯，很美，很陶醉。Oh my goodness. It's a really beautiful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voice, lyrics, in performance, it's incredibly moving and it touches the heart, penetrates it right to the core. Each performer has their own bearing that they kind of deliver. They have their own techniques and I love the diversity of it. 启发人们对音乐啊、艺术啊、传统文化的热爱，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重的意义。这个平台，这个国际大赛对他们的事业就有很大的一种促进和推动。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唱是最重要的。他们在用心唱歌，我觉得修为和艺术一定要合一，才能打动你，并且通过声音的载体能表达给观众。